弱点。我靠！也太狠了！这是从哪来的？泰国带回来的蚕蛹。NG 啊，乱讲话啊，跟我抢话啊。我是疯狂理查，我从冰岛回来啦，还得到一个蜜月宝宝。相信大家都有看我前面的影片，有些网友在下面回说我演得很假，那这是真的我啊，我完全没有演欸，真的被我老婆骗，她很厉害，而且她平常不上镜头。我记得有很多网友说你是先上车后补票。哎，这很瞎，不只是网友，学校的同事啊，我在生教组嘛，学务处的同事啊，看到我就这样。就用一个神秘的笑容，还有其他老师说你是假基督徒，连这种话都讲出来哦，对吧？你们会不会算？我是生物老师哎，我绝对不会任意的浪费卵子的，好吗？结婚后的卵子我只浪费一颗，第二颗卵子就跟我的精子结合了。到底在讲什么？这讲的怪怪的哈，这是一个学术的过程。好了，可以了啊，可以了是。今天我们要来拍开箱，又是开箱，开一个大手笔，哇塞！水果要怎么买吗？世界最贵的水果，是电子水果啊！哇 ，MacBook Pro Pro 是 Mac 白痴哎，我完全没有用过 Mac。来来来，哇 ，MacBook 狗狗闪电器，哇、哦，这样子可以去了。哎、欸，这苹果是真的哦，那挖的洞应该是这边。哎、欸，这要怎么开啊？没电了啦，你要先拿去充电。啊，是充电。那今天还要开这个吗？就开到这边。我想买台 MacBook， 以后剪片的效率应该会更高一点。好，我先拿去充。都来充电了，那所以我们要开什么？因为啊，理查平常拍片的时候一天到晚 NG， 然后啊讲话又在那边黏在一起，知道讲话黏在一起很难剪。证据嘞，证据嘞，大家看到的都正常了 ，OK。我们今天就来玩一个游戏，来，因为我们收到厂商邀约，需要帮他们开箱一个东西。今天只要理查 NG， 接受一个惩罚。什么惩罚？一个很残酷的惩罚。不是蜘蛛吧？这什么呢？还好没拿我的弱点。我靠！哎、欸，太狠了！这是从哪来的？泰国带回来的蚕蛹。Oh, no. NG 啊，乱讲话啊，跟我抢话啊，他就要吃一颗。啊，这个先放旁边了，这个东西给你，上面的那个记得要拆一下。这个东西应该就是上一支我们要拍的，就变验孕棒的那个。这是一个 Green Bar Light， Green Bar Light 是拥有独特的光学设计，能够让光线和电脑萤幕不会形成刺眼的反光效果。等一下，你给我看着镜头讲，他们拿着稿在念。Green Bar Light 拥有独特的光学设计，能够让光线和电脑萤幕不会形成刺眼反光的效果。除此之外。光线透过设计，刚刚什么什么？我只是学那个香港人讲话，除此之外嘞，除此之外，光线透过设计也可以让键盘在使用者之间的区域得到足够的亮光，提升护眼的效果，让你长时间使用笔电也不会疲劳。就像我们的制作，他每次剪完片，他就会跟我诉苦一番，说：“哦，今天我要在屏幕面前坐六个小时，起床都烦。”我有那么委婉吗？他是更凶的，而且带着不少的仪器，灯光暗的时候可以看到你的。键盘上面的是亮，我如果打注音的话，我一定要亮，我无法把那些键盘都背起来。Thank you 呢 ？Thank you，Thank you 是一个老厂的屏幕啦，它很精致耶。我以为很大。对啊，改在屏幕上。我觉得我以后都要拿那包放在那。他现在很满意，因为他现在我终于展现出我自然，没有，本来就这样。跟学生讲话讲到不知道该讲什么，你知道就会怎样？电话拿起来。自己妈妈，你说你在学校做了什么事？大学知道这个的用法应该是这样子夹着。但我发现一个问题，新版 MacBook Pro 是不是没有 USB？ 没有 USB？ 不会吧？没有看到吗？真的没有哎、欸。好，我们终于把这个 Type C 的转接头找到，就让我动就好了。因为它要薄。哦，它要薄，所以不能在那边动，对不对？接上电的那一个。哦，死勾引呢？现在是这样，然后开完灯，耶、yeah, ，这样它的对比就不会这么强。颜色，欸，它可以调颜色哎。其实这个也可以关，因为现在没照脸。哦，这样子整个加班就有 feel 了。那我们来看看不同的角度，就是颜色，然后这个是色的温度。哎呦，不愧是常加班。可是还有一个爱心哎，它放着就好，不需要一直按爱心。哇，强智慧型，那个 auto 应该就是自动调光，没有错。对你而言，我觉得这真的蛮帅，因为我喜欢把房间灯关掉的情况下用。那你真的很需要，因为伤眼睛，他眼眶都变得蓝蓝的。你说这个吗？我眼睛本来就是蓝色的，头发也变色了。这个东西对我来说
就是完全的奢侈品。太好了，这个交给你了。这个我就用一段时间，我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心得。谢谢 Ben Q 送我们这个很高级的东西，而且呢非常的智慧。我常用电脑，特别是如果你真的会在暗处用电脑的人，真的很适合你。护眼睛，它有计算好入射角跟反射角，不会让你的荧幕上面出现亮条。以后剪片就交给你啦。他接收了，他接收了。应该说靠在我们产片量太低。欸，我也要上班欸，我又不是每天没事干在家。今天就先饶了你，这东西没吃，下次一定有机会。好，希望今天的开箱影片你会喜欢。那也真的谢谢 Ben Q 提供我们制作剪片的好需要。喜欢的话呢，可以上网去找这个 Ben Q 所出的 Screen Bar Light， 是疯狂理查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你按赞加分享，别忘记开小铃铛哦。我每次讲话就是这么顺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